10月16号，赵丽颖晒出了在生日当天与冯绍峰的合影。照片里，颖宝从后面环抱住冯绍峰，两人笑得十分甜蜜。在他们面前还摆放了一盒红玫瑰心形花盒，身后还有小熊花盒，相当抢眼，一定是老公送的生日礼物了。这波秀恩爱很到位呀！有网友搜寻了照片里的永生花盒，发现粉红小熊花盒的含义是“亲爱的，跟我走吧”，红色心形花盒则是“亲爱的，我把你装在心里”，足见冯绍峰的浪漫用心。网络新闻，两人真的太甜了，报道。